好，今天我们吃七个雪梅啊，先来个柿子的。新的一年里，祝大家事事如意。任何人没吃过我们家雪梅奶，我都会相信的。哇，冰冰凉凉，好好吃哦！深夜拿铁的，这雪梅的皮好薄哦。哇，奶黄口味的。吃起来不会特别甜腻，它里面用的是海藻糖代糖。三圣口味的，这口味酸酸甜甜的。里面有一整块那个巧克力夹心，这个皮真的好优秀啊，里面全部都是没有蛋糕体的。最后一个榴莲，里面一整块榴莲肉，意犹未尽的，真的好好吃哦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看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